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许。今天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张莱昂内尔呢，它到底需不需要进化呢？那官方在这礼拜就是开放它的进化哈。那它进化需要的素材就是要吃一张自己。那进化之后就会变成这只还是莱昂内尔，只是它的属性变成火属性，然后从五星变成六星，然后对挡技跟主动技也都变得不一样了。对挡技的部分从全队攻击力三倍变成全队攻击力四倍。然后成员发动每一种属性成员发动攻击的时候，个人追打自身攻击力伤害两倍的火属性，那原本是追打 1.5 倍的光属性，所以是对挡技变强。然后第三个效果是消除无属腐蚀的时候，它会无视全体敌人的防御力，这个就跟原本一样。那对挡技的部分就是有增强的这样子。那主动技就是完全就是变得不一样了，它从原本是附加消除嘛，就是把一些负面效果消除，类似冰化那种技能，那变成时间延展，一回合内发动技能的时候，如果生命力 50% 以上，哦，减伤 40%， 啊，如果，然后并且还有延长移动扶持时间到10秒，那如果一回合内减少 80% 所受伤害，他是不是少写了什么啊？应该是发动技能的时候，如果是 50% 或以 50% 以下的话，一回合内减少 80% 所受伤害。他好像技能叙述这边少写了这个，反正他就是一个减伤的卡啦。然后目前应该算是最短 CD 吧？没有，他有预付座。那最短 CD 是 CD5， 就是可以发动这个减伤。然后他因为他是人类哈，所以可以放进信场队。那是为什么我不推荐他进化呢？因为我觉得他原本这支的技能是光队唯一的消除附加效果的技能，所以我觉得这张卡非常。非常稀有，因为它非常难拿到嘛，一定要在竞技场里面拿到，所以我不推荐去进化。但是我推荐大家还是去竞技场换一张这个莱昂内尔哈，因为它现在就是可以用赞赏换到，但是只能换一张哦，在奖赏这边，赞赏这里哈，拉到最下面这边可以换一张，建议先把它换起来放啊。那个火的那一只我就不推荐进化了，因为其实你说要减伤的话，我们火队还有这个。傲笑红尘只是他的 CD 可能没这么短，但是其实现在关卡可能也是特定某几关需要减伤啊，也是不需这么短 CD， 其实好像看起来很好用，但是也没有那么必要。何况傲笑红尘他还有一个回避攻击，这个是遇到无视减伤的怪的话用这张卡会更好，或者是张飞还有两回合，只是 CD 也是8这样子。那最短 CD 就是我们的御夫座，但是这张出场率超低啊，超级低，基本上没有带过它，所以我觉得那一张卡是没有必要去进化的。那以上是我个人看法，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右下角也可以帮我按个喜欢。那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